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来过一下《火影忍者手游》100级的任务啊！不知不觉100级，最强援兵应该还是鸣人吗？还是鸣人，那就是鸣人吧。打的应该是角度，是吧？不知不觉100级喽，好快，打了1年多了。无法杀死阿斯玛面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敌人，不愧是末叶的拷贝忍者。不过，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一个大大螺旋丸直接飞过来，我们来晚了。这么狼狈的前辈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这个敌人很强嘛，让我们先把敌人击倒。能超越四代火影的只有我，而且你的经验不够，的确团队精神很重要。但这回我想单打独斗，是吧？这样不这样我永远都打不到，自己去战胜敌人了。小子，我承认你刚才那也挺强，不过要独自战胜我，你也太狂妄了。爬起来！哎呦！哇，这么难过啊！鸣人利用自己修炼的成果击败了小的成员角都，自此新的力量开始崛起，忍界的历史从此开始奔向新篇章。不死破坏者之章就这么结束啦。以前还有一些什么动画啊，这都没了，就这样子结束了。100级，就这样子结束。到自来也豪杰，这有没有？还可以展开行动的人们，这应该不是他了吧？哎呀，我没有自来也，还也有，还是鸣人啊，还是疾风鸣人，有剧情。木叶村中众人策划的追捕行动。为了夺回自己的朋友，漩涡鸣人也同样将鼬定为了自己的目标，坚定了眼神。借助第八班等人，鸣人迈出了前进的步伐。第八班，现在我授予你们申请宇智波鼬的任务。申请。宇智又不是被他弟弟打掉了吗？哦呦，这么多！砸死你们这批人！这应该是没有 boss 吧？啊，时间到了。就完了。还再换个大招结束一下。这招100级拿2个天赋点是吧？
还可以多升一点战斗力，也不错。还有啊，分头行动，到100级还真多任务哈。我们先以此为中心，在方圆5公里内范围内搜索鸣人女和大河楚田一组。楚田？我要楚田。这只要手势不，有什么招全部扔出去就好了。还有大河帮我们，咦，错边了，第四波是不是有楚田？轻松解决，怎么又进楚田呢？不是说和楚田一组吗？搞事情。的冲突就是要到101级了哈。看，我们把这些奖励啊什么都领了。不对。这个还有精英副本啊，精英副本这个还有达斯玛是吧？他又可以多刷一点阿斯玛，就可以把阿斯玛刷到5级，麦特凯刷5级，又多要花体力。你要花暴打，还有一个阿斯玛碎片，阿斯玛要到100级才能招，这打到你100级没有阿斯玛的才怪是吧？除非他不去玩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是吧？然后把这些奖励都领了，那好吧，那个咱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这个剧情就到这里，100级的剧情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